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畹町位于我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西南部，与缅甸九谷市隔河相望，是一座非常美丽的边境小镇。在中缅两国的界河上，有一座界桥，它虽然只有20米长，却是中缅两国人民通商互市、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就是畹町桥。畹町是傣语音译，意为太阳当顶的地方。畹町虽小，却也饱经沧桑。10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野之地，几间供过往客商歇脚的茅屋驿站和一座由竹木搭成的便桥，就是畹町的全部。今天的畹町一片宁静，然而在几十年前，这里却是一条繁忙通道。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国东部沿海港口相继失守，对外联系通道大部分被侵略者切断。1937年8月，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向蒋介石建议，修筑一条由昆明经滇西到缅甸的公路，用来运输国际援助物资，打破敌人的封锁。这个提议得到了批准。1937年12月，滇缅公路全线开工。这条被外国专家宣称要用6年才能完工的公路，在毫无施工机械的情况下，滇西20万各族同胞竭尽全力，仅用了9个月就将其打通。而畹町作为这条国际生命线进入我国的第一站，开始为人所知。作为交通要道的畹町桥，也由先前的小木桥变成了可供卡车通过的石拱桥。从1938年8月通车后开始，3000多名华侨志愿者通过畹町桥抢运了50万吨物资，支撑住了抗战初期的局面。1942年，缅甸战场形势突变，畹町被日军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945年1月，中国军队经过浴血奋战，将侵略者从畹町桥上赶出了国门，彻底解放了滇西全境。1945年1月28日，在畹町桥头举行了中印公路通车仪式。随着大批抗战物资重新通过畹町桥输入国内，加快了我国抗战后期大反攻的进程。一座边界小桥不仅见证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还为祖国立下了奇功。滇缅公路修筑时建成的单孔石拱畹町桥已毁于抗日的战火。1946年，一座钢架桥开始连接两岸，新生的畹町桥作为中缅边境上一个重要的通道，陪伴中缅两国人民走过了40多个年头，成为了连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在这座桥上还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被人们传为美谈的故事。50多年前，周恩来总理曾经和缅甸总理一起在这座桥上共同走过。1951年10月，畹町桥头设立了边防检查站。1952年初，由于畹町的特殊地位，国家设立了县级畹町镇，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个县级镇。同年8月，畹町成为了新中国首批国家一类口岸，医药、棉纱、橡胶、汽油等大量物资都通过畹町桥源源不断地运到国内。作为中缅两国边境上的重要一站，畹町桥在两国外交史上也有着特殊的意义。1956年12月，在缅甸访问的周恩来总理邀请缅甸总理乌巴瑞共同出席在云南芒市举行的两国边民万人联欢大会。12月15日中午12点，周恩来总理与乌巴瑞总理一起从畹町桥上步行入境，这是他外交生涯中唯一一次步行回国。56年前的这次外交活动奠定了中缅两国世代友好的基础，在中缅关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1992年，国务院批准畹町为沿边对外开放城市，设立了5平方公里的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1993年，为适应中缅经贸发展的需要，由中缅两国政府共同建造了一座双车道钢筋混凝土的公路。
公路桥，全称为晚丁九股桥。这是自1946年以来修建的第三座晚丁桥。今天，新晚丁桥正在为新时期中缅商贸活动和民间往来发挥着重要的国际通道的作用。每天清晨，在晚丁与缅甸九股相连接的晚丁桥头，边检站的官兵们会在8点准时升起五星红旗。仪式结束后，晚丁口岸正式开关。随着中缅两国联系的不断增多，晚丁这个平静的边境小城迎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内地企业到这里开展业务，缅甸华侨来此投资经商，许多缅甸居民也来到晚丁从事贸易经营。他们从桥对面带来了各种稀有的缅甸货物，比如油木、铜器、翡翠和玉石等等。晶莹剔透的玉石受到了来往游客的特别青睐，成为了当地经济重要的支柱。从对岸走来的缅甸居民中，有些人还在晚丁成家立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这样的情况在晚丁并不少见。在晚丁的学校里，从桥对面过来上学的小留学生逐渐增多。在晚丁幼儿园136名学童中，就有10多名每天从缅甸过来上学的孩子。在这座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边境小城，民族团结、和谐发展是大家共同的追求。作为仅有1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和10000余本地人口的袖珍城市，晚丁因战争而知名，因和平而宁静，因经贸而繁荣。几十年间，从一个小驿站发展成为云南省重要的口岸之一。2012年8月，一部由台湾导演执导的电影《晚丁桥》开机。影片将通过一名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的故事，追忆当年10万中国远征军从晚丁桥出境赴缅作战的历史。这座界河上的小桥将再一次向外界讲述自己不平凡的故事。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探寻中外文明遗迹，领悟古今文化精髓，精彩尽在文化大百科。它是古都北京的一条东西轴线，它的名字寄托着人们长治久安的祈愿，它被称为神州第一街。600年光阴流转，100余年风云变幻，60年的世事变迁，这条大街如何蕴藏着一座城市与一个国家的成长记忆？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长。